往者不可见，来者犹可追。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忧矣，与我归处。Hello， 大家好，我是大老师。喜欢我的频道，记得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记得跟踪我的 IG、FB、Twitch、Bilibili 还有 Discord。正式进入正片前，先告诉大家一个消息：大家还记得之前大师游玩过的《铃兰之剑》战旗手游吗？《铃兰之剑》将于6月14日开启全新篇章《飞鸿之眼》，全新剧情解锁。毕业后加入治安局机动队的拉维耶与索菲亚陷入了一宗错综复杂的血晶石谜案，他们将做出怎样的抉择？想了解完整剧情，可下载游戏并继续关卡体验。这次有四大系列任务要和大家分享啦。第一，完成飞鸿之夜版本指定活动任务，即可获得传说武器疾风天裂剑及大量的养成资源。第二，限时活动机动队打卡簿，活动期间累积签到达成7天，即可获得秘源10个与各式养成资源等福利。第三，限时活动海边的约定，为了庆祝恻隐系统登场，额外赠送秘源10。第四，角色试用功能，可于出狱邂逅界面中开启当期的出狱角色的试用功能。这么多丰富的内容，感兴趣的玩家绝对不容错过。今天要介绍的角色是幽属性的风妈，那幽属性的风妈是角书行者，职业呢是咒师，是幽属性的。那天赋的部分呢，在这个六星的情况之下呢，你的气血越高，伤害法术免伤越高，最高可以提升到 25%。 自身满血的时候呢，你的射程加一。那使用绝学后，使三格范围友方的友谊状态的持续时间加一，同时使绝学作用的敌方目标的友谊状态持续时间减一。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受到致命伤害可以免除死亡，并且恢复气血的 30%， 并重置自身所有的绝学的冷却时间。那每场战斗只能触发一次，所以天赋没有什么缺点，然后且免死，然后可以重置自身的所有绝学，非常好，算是非常好的。那神兵的技能是携带有益状态的时候呢，法攻提高 18%， 使用绝学后使绝学作用的友方目标扩散随机一个有益状态给两个范围内的其他友方。再来就是使绝学作用的敌方目标扩散随机一个有害状态给两个范围内的其他敌方。 OK， 就是主要就是增加法攻的伤害，然后跟这个扩散有益状态跟扩散有害状态。 OK， 那五内的部分呢，点法的话就是灵运石不够的话就是走上跟走下，先把上跟下都点出来这样子。那基本上必须要点的技能呢，是可以先从上路点的，如果真的不够的话可以先从上路点，没关系，就先点到这里，然后在中路点完这样子。那技能的部分呢，再入轮回，那是被动技跟主动技。那这个被动是使用绝学后的使伤格范围内的友方有害状态持续时间减一，并且恢复其气血，那恢复量呢是施术者法攻的 0.5 倍。 OK， 被动就有这个效果。好，那主动的使用呢，就是使一个已结束行动的其他友方再激活并恢复其气血，然后是法攻的1倍，并使其有益状态的等级提升1级。幽属性的风妈是不需要什么条件就可以当队友再动，因为像白素贞就是需要气血 50% 以下才能让友方再动，但是幽属风妈跟风铃声一样，就是可以直接使友方再行动，而且幽属性风妈还可以恢复
吸气血，要想一下，它是宙斯哈，它是宙斯，有给这个效果真的还不错，而且有一状态又可以提升一级，顿煞时停这一招非常重要，非常重要。主动使用的时候，对所有目标施加调和状态哈，减免绝大部分的伤害，免疫固定伤害哈。下回合开始时移除，然后这个是全场范围，是全场哈，包含敌方跟友方哈。那这一招的用处是用在，比如说你在打 PVP 的时候，想要重整一下自己的绝学 CD， 或者是对方想有些人已经要发这个七滴剂啊，或者要发这个结界啊，你可以放这个调和中断一下啊。中断一下，那这个使用时机要抓好。那在打 PVE 的时候，调和也是 很好用的一招啊。比如说，就像绝学时间不够了，就是你的 CD 还在等，那你就可以用调和这一招，再多等一下，多等一回合哦，是很有帮助的哦。OK， 这个是给的蛮好的这个技能。好，再来是零煞射夺，对范围内的所有电到 0.5 倍的伤害，夺取目标一个随机有益状态。远破是被动技，进行远程对战的时候呢，对战前夺取目标一个有益状态，且对战中伤害跟免伤提高 15%。 然后乱分之一，对范围内的所有电到 0.6 倍的伤害，施加乱分一，然后持续两个回合，并使目标所有益状态的等级降低一。好，大招哈，乱石。那攻击单个敌人造成 1.8 倍的伤害，并且施加孤绝的状态哈，持续两个回合。那对战前呢，使自身有益状态等级提升两级，使目标有害状态等级提升两级。那是七滴剂哈。那孤绝呢，是回合开始和行动结束的时候呢，反转自身两个范围内友方两个有益状态为随机的有害状态，就是。这招真的算好用，就是基本上这招通常都会带，然后跟这个单轮回，然后跟这个顿煞尸体，就是一二三这三个可以考虑。然后还有一招，好，还有一招是情仇皆忘哈，攻击单个敌人造成 1.5 倍的伤害，对战前呢，夺取目标两个有益状态，夺取到。两个有益状态则该绝学冷却时间减三哈，对战后破绽自身两个有益状态给三个范围内的强友方。大家看到重点吗？你只要夺取有益状态夺到两个的话，你这一招下一回合马上可以再放一次了。哦，有个变态，这还不错啦，就是你可以每次都有拖到的话，你几乎每一回合都会放这一招单体技哈。那技能搭配的部分呢，可以有两种方式哈。那一种的话是带这个情仇皆忘，然后再入轮回，跟这个顺煞时停。那另外一种呢是带，一样是带这个情仇皆忘，跟大招乱石夺运，然后再带再入轮回，再入轮回。好，反正就是三种啦，不对，两种，这个再入轮回，然后大招乱石，然后情仇皆忘，另外一种是情仇皆忘再入轮回跟这个顺煞尸停，就看看状况了。那基本上我会比较喜欢带这一招啦，因为有调和这个施加这个调和状态真的蛮好用的，所以我通常会这样带啦。我会这样带比较多 ，OK， 这个技能搭配很好搭，大概就这样子，而且也很好懂 ，OK。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用调停的这一招，调和的效果，顿煞尸体，我们来看一下状态。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我被打的话还是蛮痛的哈。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使用。调和这一招，好，这时候大家都有这个调和的状态哈。好，我们直接被打，下一个回合开始才会消失这个效果哈。
啊，基本上都是一滴啦。哦，好，调和的部分，因为刚才看到那个优属性的理由攻击的话是会受伤害的，但是呢，看起来其他小兵用招式攻击也是打我是一滴的，所以这边可能要再多测试一下。反正呢，目前看起来它是写减免绝大部分的伤害。也就是说会有小部分是没办法减掉这个伤害，所以要试一下。但我一开始以为是单体技能的关系，所以看起来不是。对，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不是每一个伤害都可以减免成一哈。OK， 好，那魂石推荐的部分呢，唯一推荐哈怨呼哈。那怨呼的话，两枚的效果是法攻加5%，这个没什么。那三枚的效果是使用绝血的时候呢，你伤害提高8%哈，主动攻击对战中呢，伤害提升4%。OK， 直接提升4%。好，那饰品的部分呢，头部的饰品推荐这个天河朱砂，法攻加10%，使用单体绝血的时候呢，伤害额外提升15%哈，因为我基本上会带那个情仇接望那一招单体技啊，所以都是这样搭配的。打这个天河朱砂，那另外一个头部的饰品可以参考这个洛神御寒哦，法攻加5%，气血加5%，自身携带有益状态数量每多一个，对战中造成伤害提升5%哈，那最高呢是可以到20%，其实也是很多了哈，因为有益状态嘛，因为可以投嘛。OK， 这衣着渊鱼精力，那遭受暴击的几率降至40%，遭受攻击对战前30%的几率对敌人施加疲弱状态，持续两个回合。疲弱就是误攻、法攻减20%。好，那另外一个是清晨禁欲，气血加5%，主动攻击对战中误防、法防提升15%。好，那腰部的部分呢，就玄武玉，那气血加5%，行动结束的时候呢，若自身一个范围内存在其他友方，则对自身和随机一个其他友方施加神护一和辟险的状态，持续一个回合。那说不的话，只是可以在这个重要玉镯，法攻加8%，使用绝学的时候呢，暴击率加20%，暴击伤害加10%。那另外一个是这个幽了秀环，攻防属性加5%，免疫固定伤害跟风走。另外一个是玉姬灵灼烟，我自己会比较喜欢带这一个，因为它气血加8%，使用单体绝绝的时候法攻加15%，搭配天河朱砂跟这个魂石怨呼，哇，这个效果关了。好，那以上呢是大师介绍的这一个幽属性风妈。那技能搭配跟点法都仅供参考，玩法有很多种。那总结来说呢，优属性风妈要不要抽？抽，给我抽，抽就对了，抽了你不会后悔，好不好？那有什么问题呢？欢迎在底下留言跟大师做讨论。啊，基本上优属性风妈呢，算是一个很好操控的角色，没有那么复杂。好，那喜欢我的频道，记得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记得追踪我的 IG、FB、Twitch、BB， 还有 Discord， 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影片，大家拜拜。